通过这种平台化的平台化的那个这种技术路径搭载那个模块化的发电机组，这样为模块化发电机组在潮流的这个冲击下啊，给它提供一个非常稳定可靠的那个海上工作环境，这样就是说为机组的海上生存和海上平稳发电可靠运行提供一个就是说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保障。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为我们机组实现了在这个实现了到迄今为止已经实现了超过19个月的那个连续稳定运行。